吃不胖的小姨妈来喽！终于等到你们了，你们看，奶油都要等不及了呢。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爆开吧，看看究竟好不好看。一定要先爆它，它最着急了，已经陷下去好多了。哇，哦，还是有点紧的嘛。哦，有没有发现这个紫色发生了质变？知道为什么吗？我在里面还放了一些蓝莓呢，超好吃。来，我们从黄色开始哦。哦，红色，哦，黄色，来黄色吧。三，哦，一，走。哎，哇，真好看！这个紫色有点霸道哎，它居然还串好了，跑过来了。那我们先来个绿色，绿色，我儿子有一期是管我要过一次绿色的帽子是吧？我没买到，老跟我闹气呢。我们看看这个绿色好不好看？看上去是泡泡都吹起来了，哟，好看的嘛。那我们再看看这个西瓜味的，混上我们的海苔味儿，回头我尝了告诉你们啥味的啊。哦，这个红色它有一点点迫不及待，全被吸收了，有一种那种慕斯的感觉，但是比慕斯软多了。然后我们再来黑色，我第一次弄黑色的小爆浆，你们看它能不能流啊？真的像一坨那个石灰，一会儿先吃它好不好？当，果然你看，哎，流都不流，它好傲娇哦。我们看看这个蓝色，蓝色会不会比它更傲娇？三二一，走你！果然这里面脾气最好的就是黄色、绿色、紫色。评论区告诉我你喜不喜欢这里面的颜色呢？关注我，下个视频我们一起来吃它。